直接被眼看到了这个扫描，没扫到，那没扫到这个很致命啊！他可能以为自己没被发现，男枪在这边已经开始追了，要先来打出闪现遇到的小吕布，哎，图马也这边反应有点慢了，挂一个吗？挂不掉，最后还是被卡玛给烫死了。最后 honor 过来给个烟雾弹，这边是两边AD的一个互换吧，他想上路想动这个酒桶。 七级六级的 depth 影响不是那么大，那酒桶放线了，打一波吧，杀不掉的，肉桶子，对，没有太强的先手了，而且他好纯粹的肉桶子啊，连那个女神泪都不放了，放线封了，这是硬保下路双人组的呀，这个保的太硬，要不然 depth 太穷了呀，这把，落后了700块，哎，干嘛？有点装啊，这也干嘛？这。 说实话，有点不把对方三黑当回事了。是的。Kira 这个位置好嚣张啊！Faker被逼了个闪现，好突袭！这波 Faker 这个位置很难收的，但是Zeka也很危险，Faker那边应该是死了。恶意收购，帮忙保一下。但是酒桶来了，Zeka还要继续打吗 ？Kira 交出闪现，酒桶大招炸了一下，应该是回不起来了。Zeka这个，但是在侧翼的话，Z 这边上路的宙斯也是被撞了起来，这两个人伤害应该是没有的。而且上卡利斯塔在里线，所以这个位置少打一人嘛。破败王这个位置会不会被逮到？没有被逮到。维鲁斯一个大招是盯到了上路的 King， 伤害是挺高的。古玛这边闪现的一个 Q， 古玛这边自己挺危险的，古玛倒地了，但这边没有复活起来。King， 两边是 AD 换上单，古玛也太凶了。把自己撞到了一个要交闪的位置吗？破败王来了，W捏住。 再不能往前滑，发包，古玛 easy 这波上大头也上大道，他非要玩一个 Q 闪，他把前面的优势全送回去了，这一波。看一下 Zeka 酒桶的偷来的大招能不能要救援了？有个加速闪现，想抓古玛，古玛交出闪现，没有被撞过来。King 要死了，复活不起来，那这样的话上单白给叫，傻皇的沙兵戳一下 Barrier。 哇，这波也胆子太大了吧！拉出来连招，好帅的连招 ！Carry 的位置有点差，刚才 Barry 给他搭的太好了 ，Barry 又撞出去，哇，而且这么小的帅啊，还是冲向了人群。这 Barry 这个血量也敢操作的，但是这样的这波有危险，被他打了一下，进化解了一下，感觉活了下来。哇，这两个人都是死血，两个人的血量都是100啊！不是，刚才 Barry 这个连招也太帅了 ，Q 甩接而来了一个Q R必中，哇！ 这卡那个位置有点远，哎，怎么又打起来了？男枪这波很危险，偷了一个男枪大招，你又整线，没回去了，换不掉啊！有换的话，也有一个复活，怎么都在操作呀？太敢操作了！这个 Barry 这段时间突然的开始带节奏，就是贼卡。前两把看完，有一个论调是，玩脑子的确实没啥操作。现在就是玩脑子的确实也挺猛。想要论结果如何？我觉得这两位辅助的表演真的太精彩了。顶级对决，永伤定下男枪。 Zeka可以拉开，但这波没有羊的话，感觉 T1 还是得推啊，少一个大的先手，继续利用手上的优势去消耗。侧翼Barrier又上来，一个恶意收购，就是保兵线来了。被逮捕了，卡利斯塔的救一下来不及了。打掉了残血的 Barrier。 但二塔就不能放了，要不叫大吧？二塔得守一下的。感觉得叫了，哎，叫机区。这波古玛的位置有点远，可以打一个以多打少。这边Faker被撞了一下，拉过来闪现躲掉了链子，这个链子很关键，但是被 W 到了，球子应该可以收掉Faker的人头。哇，这个 TP 再加这个教养。 Faker 已经推得很好了，但没用，太远了。是的，本来路上。T1 感觉有点想撤了，感觉有点太装了那个位置。对，在 AD 不在的情况下啊，这要逼龙吗？这不可能吧？他假打龙真绕后，Zeka被视野看到了，少了四个大招，就要打，有卡利斯塔就要打 ，Zeka 是要来开团的，我觉得，把人勾引过来，看看 Zeka 怎么说。 这个位置 ，Zeka 已经快绕到了，他开着扫描，他一路走过来 ，Barrio 被穿了一件，真的要打到底吗？这个位置 ，Barrio 在岸上打到底子怎么说？沙皇子大推一下，闪现抢到了，抢到了Honor，而且打野也死了，飘这个倒地，戴着也被逼出一个闪现，这都抢到了，能在卡利斯塔的手下抢上大龙吗？而且Faker来了，被铁腕金钩甩开，焦灼烫死。
死了，死了，有点死了，有点不良兄弟，有点崩了，可能会破一路高地。卡利斯塔加打野的惩戒都没有保下这个大龙，我觉得这个 Ra 龙吧也对，因为这个阵容没问题，他们是可以的，对，而且他那边还有一个沙皇的大招可以把你推走了，而且就差点成功了呀，哎，有一个视野上的盾，哎呀，这个应该是白给了。但是那边永霜也是逼住对方辅助的一个闪现，又炸了过来，卡利斯塔也倒了，感觉全乱了。维鲁空间拿到了风龙，踢完这里，这一波已经把优势扩大了。收购和福耶哥的被动啊，这就很，哎，这边有留人。修塞克有大招，那个眼呀，有大招，位置可能被炸回来了。有大招，刚才已经交过了，预判了一下炸回来，修塞克这个位置只能反向逃亡死了。怎么一直在眼上呀？他刚才这波又是在眼上，好像。萨拉斯要着急的，过不来。对，萨拉斯这一波看有没有 TP 的位置，但没有很好的位置啊，给他踢。Barrow 这个位置想找角度，但感觉他是被发现的。Faker 戳了一下，想先逮 Barrow 出事的，点完定核甩走了。Barrow 这位置还可以，萨拉斯踢了这个龙，怎么说？骄阳恶意收购来了。只收获了一个酒桶，蓝墙也被收获，跟维鲁斯互射，龙被抢到了，酒桶扛不住伤害，先交了闪 ，Order 反向打，反向闪 ，Order 在重压之下也出现了操作失误，而且有大龙，哇，这一波，我觉得这把古玛没带进化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判断，是导致他在团战里面有点畏首畏尾、他没有进化的话，这个烈焰海大招对他的限制太大了，是，他说射队友太猛了，他和 Order 两个人都激情互射。拿张的话，底下是要打这个大龙了。想打，这一波没有打对方打野，但打龙有点小伤，怎么办？这只能打了，只能打了，收回来想开团，要把先手正面一个撞，撞到李哥了，李哥拉回来了，一个上刀带着拿着人头，那还一丝血被大龙喷死了，这一把也倒地了，两边中单这个互换，这个时候要重新开始插宝，但龙必须打到底，龙必须打到底，要打到底了。怎么说？维鲁斯的 Q 是能抢的，是维鲁斯。维鲁斯南墙，我绷不住了，上野在抢啊，我真绷不住了。而且这样，由于复活时间的问题，上兵线也到了，感觉 T1 是可以选择有机会一波的呀，有机会一波的，双 C 都死了，这什么剧情啊？这打野刚没惩吗？没惩罚，惩人去了，惩人，而且法宝也，哇哇 T1。两次啊，强者大龙的奇迹，两次啊，真的都差一点。这边硬手，骄阳，先杀宙斯，哎，又是一收获，收获的不错。维鲁斯的输出很高，但是队友，但那边有一个 TP 来自于 Faker 的，复活以后的 Faker 过来，感觉有点守不住了，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没有伤害。最后的顽抗有没有机会啊 ？T1 之前基地有分夺，恭喜 T1， 恭喜 T1。两次的抢龙把 T1 从血压边拉了回来，是，而且这两次抢龙固然很神奇，也证明了 DX 并不是那只可以轻松碾压的怪物。主要这一把打完，你看除了老练的 Faker， 剩下四个小将已经激动的抱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也知道太难了，这种局拿下对于一个 BO5 来讲是多么的重要。但这一把真的对于 DX 来说，他们的韧性 Barrow 的发挥，我们不由得开始畅想下一局比赛。再次恭喜 T1。